别的咱不说，今天打个钻三没毛病吧？打个钻三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啥意思？在家里要干嘛的？辅助的呀。卡米尔一级学个 W 呢，这玩意儿的盾确实挺恶心。哎，这也能打到我？这带个传送，你看看。这要带个点炎，这不完了。艾克在下路，稻草人在上半段。稳稳的把这一波兵给他吃下来。有没有意义？往前追 ，Q 死他 ，Nice。上路收兵，小心点这边啊！我其实有点小亏，我这兵线不太好。我这啥也没捞着啊，过来，算是掩护了一波队友吧。真不是吹牛逼，你说哪把不单杀？
就打他们这些钻四钻三的。哎呀，耶！早上一来就开始吹，就是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强大，真的。嗯，挡住装备栏了，等一会儿啊，调一下。那等级落后，那不废话呢吗？这兵线怎么的？我是吃不着还是咋回事啊？那不兵线回推吗？这提亚马特始终是做不出来呀，我往中路走一波看看。果子不吃了，直接过来杀他一波，他刚好没生。这回够了，这是看我提亚马特钱不够，要给我来点儿。这哪是两层塔皮，这是三层塔皮。真装啊，支援一波。呀，这没打着兄弟。跑的咋那么快呢？这加里奥跑的有点快呀、啊！干啥玩意儿呢？这是？我本来想去拿个蓝的，这都不让我拿。传送我就不用了，我去下路了。你们去拿峡谷，然后我这边去下路。一个打俩应该都能打。
跑的是挺快啊。家里要跑了，家里要跑什么玩意儿的呢？你不保 AD？ 这位置不太行，这人是不是有点多呀？这是，我以为他们要中推了呢。为啥要闪现呢？我寻思他们连中路都不守了，是中推了呀？这是，一发现不对，野区人有点多，谁把我杀了？时间刺客还行，时间刺客也没几个人头。塔蜜人塔皮吃的多呀，我一层塔皮都没吃。小龙可以要。艾克，你俩能打得过我吗？往回走，能打。跑的是真快呀、啊！往这走来，死不了，没事。兄弟，你能守尸，你不早跟我说、啊？他要单杀俺们家 ADC 呀！我的妈！闪现让他走吧，我打个戏。这 AD 旁边应该没有人，我看看啊。EA 好啊，放着 A 出九头蛇，不行，打不死。区区还是差了点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上路的塔我不太敢拆，我没有什么状态。AD 来中，然后我把上路还是拆了。这卡米尔装备其实不错，他跟我的装备一模一样，你们发现没有？甚至好像还比我多个小布甲，因为他塔皮吃的多。
这人塔皮吃了能有五六层，吃的特别多。 我支援的时候，他就来吃塔皮，这么不给面子吗？这都不给拆，我扫他们一下。等会儿啊，我去把上路拆了。 上路一共就一身血，还守个锤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虽然一场比赛，有的时候呢必须得靠 AD， 有的时候必须得靠打野，有的时候必须得靠中单，但是靠谁不如靠自己。最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啊，别掌握在别人手里。 资源能不让的，尽量就不让了，也没有必要让。死的这么快，他怎么没人打他呀？我这狙击杀的，暴击了好像。 能一波了，他们还守不？加里奥有点肉啊！哎呀！ 团灭了，团灭也没事儿，团灭他们也打不过。咋不给推呢？你说，小龙可以要，我到了，他们没有技能。 提亚娜没有大，他大招老这样放，他怎么杀 AD 呀？他还打大龙吧？要我说，他们也不给拆，不给拆打大龙吧？走走走走走！哇，这是什么狙区？
走，打大龙去。掉血呀！这他380移动速度，你426移动速度，这打他怎么都刮痧呢？这魔抗咋这么高？拿下了！注意最后一个 W 要等耀光的 CD 了，然后再放，知道吧？细节一点，要不然这打不死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你这嘲讽我呀？算了，无所谓了。